这个问题来讲，为什么会见到没有实体的感恩呢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啊，为什么没有什么好感恩的呢？我们所要讲的这些理由啊，它是彼此有因果关系，而且有时候呢是彼此交织，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个还有那个，所以呢，当你一听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听好像这个以前讲过了，类似，其实如果你小心去分辨的话，会发现重点不同啊，所以这个。其他是有分别的啊。那么上次呢，我们提到了原因是什么？第一个原因，习以为常，看它是理所当然的嘛，有什么好感恩？啊，你说今天我能够起来，起床有什么感恩？今天有太阳，也每天都有啊，有什么感恩？就习以为常，就常习惯了，是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。第二呢，就是专注物质。以物质为优先，有的人说我感什么恩呢、啊？别人加薪水，我没有加薪水；别人住大房子，我的房子比他小，有什么感恩呢、啊？全部就注重在物质方面，忘记了很多东西超过物质的，是你有的，你不去看，你专注看物质，所以你现在没有实际感恩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今天我接下去来讲了哈。第三个原因呢，是自我中心。一切什么叫自我中心呢？一切应该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做，把自己当成是啊，一切世界上一些东西的中心，我就是我啊，用自己的想法来判断事情，用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环境该怎么样。比方说，你去到个地方，我现在要冷气，我就开冷气，没有想到有个人是气喘。需要很急，不可以很急的。总之呢，自我中心的人就是全部以自己的需要、以自己的感受、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所有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幽默就是说，有一句话说，全世界都围着我转。有时候我们见到有些人呢就是这样，我们真的是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难道全世界要绕围绕着你来走吗？你不是全世界的中心嘛？你要顾到别人嘛？所以自我中心的人呢，就是认为全世界，当然这是夸张一点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说所有的事情，家人、亲戚、朋友，一切的事情要照我的意思，为我服务，这就是自我中心啊。而且啊，这种自我中心呢，有一个副作用，副作用什么呢？他就会认为呢，自己的成就。都是我，没有想到别人，都是我的成就，都是我辛苦得来的。有一次有一个百万富翁去参加一个宴会，那宴会大概是基督教主办的，或者基督徒教会主办的，所以旁边呢就听到有些人在谈着祷告的事情，我说哎呀我祷告啊，祈求主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有的人说是啊，祷告啊，要依靠主啊。这个人这个百万富翁不以为然，他就说：“嘿，你们乱乱祷告，对你们可能需要，你们可能需要向神求些什么？但是我这个人啊，我所有的成就都是我自己苦干、拼命干，我自己一手赚成的啊啊，白手兴家啊，我不需要求上帝什么，你们可能需要，我不需要。哇，这种话很狂妄。”那旁边有个大学教授，虽然他是大学教授，但他听到这个人这样狂妄，他就说：“喂，先生，我觉得可能你有一件事情呢，你也是要求上帝给你的。”说：“哪里有？我什么都不缺。”求上帝什么？他你
你有这些东西没有？你要求上帝给你一个谦卑心。当然这句话有点好像在那边讽刺他或者幽默他一下子，但是真的他需要一颗谦卑的心。其实这种骄傲的人很危险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骄傲跌倒之前呢，人心就会骄傲，狂傲的人呢会跌倒，所以这种人就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人啊。那么在英文里面，英文世界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出名的，这是一个英国的诗人，也是一个传教士，他说他在他诗歌里面用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谁是一座孤岛。那么他在他散文里面用的是很多人引用这句话，那现在的人引用这句话呢，就没有把他诗歌全部的意思讲。那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说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你是单独存在的。你看岛看起来是孤岛，其实当水退了以后下面连起来，也不是地球上的一个部分吗？哪里会孤，和全世界没有关系。所以它重点是说你的认的事情或者别人的认的事情和你都有关系，你的作为也会影响别人，别人也会影响。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，没有谁是一个孤岛。所以不要自我中心，以为我不需要人，我就是靠自己。不，都要靠自己啊。孟子，中国的传统民间智慧，孟子也说过，他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，其实呢是一百个人，这个百是一种形容词了啊，在那边来帮忙了，不要说什么。好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在这边讲到，哎，这个播音器有人发明，有人制造，电脑有电脑商，还有发明的人来做，还有背后还有很多人来帮助协助啊，才能够今天我们在这里有灯光，是不是啊？有暖气，有各方面的设备。其实我们生活上每一件事情我们需要，其实都是有很多人在帮助。所以有时候你不要以为那个清洁工人啊，倒垃圾的人啊，其实有时候邮差来送信，你有没有他多少信？大概没有，有的人有这个习惯，有的人没有。不过我慢慢学习，每次邮差经过，如果我在场的话，我一定说谢谢你的服务。啊，闹乐事的人经过，如果我在场的话，我一定说谢谢你的服务。我说啊，这个很有意义的服务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闹乐事啊，没有邮差送信，你就和这个世界脱节了，而且你生活很不方便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要懂得要欣赏。这个爱因斯坦是一个出名的科学家，他说过一句话也是很好的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每天提醒自己100遍，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形容词了啊，就是说一直提醒自己，我的生活不管是内在的或者外在的，都是以他人的努力的成果为基础。这个他人不管是现在的或者已经离开世界了，爱因斯坦这个很伟大的科学家他都很谦卑哦，他说他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啊，所以呢我必须尽力的奉献我自己，希望能够以同等的贡献来回报长久以来从他人身上所获得的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态度的话，我们人际关系就会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不会骄傲，我们就会谦卑，我们就会欣赏感激人家对我们的贡献。否则这反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。有时候我们会听见人说，哎呀，我很感恩啊，某某人啊，哎呀，是我的贵人啊，他在我最紧急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就帮助了我。贵人，你的贵人是谁啊？就是说给帮助你拉你一把的人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你的人。
可能是你的朋友，可能是你的配偶，可能是你的亲戚，可能是你的同学，也可能是路过的一个人，甚至可能是你以前都不认识过的人，这些人都可能是你的贵人，都帮助过你。那么圣经讲到一些圣经非常重要，他说万有都是本以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这个他是谁呀？他就是神，万有都是他造的，都是依靠他存在的，而且我们将来都要归给他，向他负责的。所以严格来讲，神是我们终极的大恩人。如果说我们要感激人，我们更应该深深的感激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是我们最终极的恩人。当以色列人呢、他们离开了为奴之家，从埃及出来，神用神迹带领他们出来以后，他们就差不多进到迦南地了。那摩西也知道，他们如果有神同在，依靠神，他们一定会进去的。而且呢，神帮助他们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很兴盛。但是他也知道人有个弱点，当你得到神的赐福以后啊，人很容易什么，就骄傲，就忘记神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就像刚才我提的那个百万富翁一样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所以呢，他在临终快，他在以色列人快进去的时候，他留给以色列人特别警告，警告所有人，你们不可以自夸，说什么自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的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不只是力量，连生命机会环境都是神给的。所以摩西提醒我们要做干上无险吗？我们要纪念神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话财，当然说用今天来讲，我们今天能够赚钱，我们今天能够上班，我们今天有收入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以为说我不必神，我什么都靠自己，哪里？人的天性就会自满，当一切都好的时候呢，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，是不是？但不好的呢，就归给神。神啊，为什么这样？神啊，为什么这样？不要说神了，配偶不是吗？如果孩子好的，你说啊，这是我的基因；如果孩子不听话，你就说老婆啊，或者太老公啊，你看你的孩子，坏的就是你的，好的就是我的。是人的通病啊，人的常态，人的常态。还有呢，自我中心除了骄傲以为自己之外，还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什么呢？认为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是应该的。这个有点像是有一常提过的例子，但是有点差别。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到市场上去买东西，哇，这个小女孩看到有个水果摊，哎呀，那苹果红红的，那个好看啊，她注意，那个卖水果的人看到这个小女孩这样看那个苹果，她一定很喜欢的吧，所以这个卖水果的人，哎，小妹妹来，给你一个，来个苹果给她，然后她妈妈在旁边，妈妈很会教导孩子的吧，就告诉小妹妹，孩子啊，你看这位叔好心叔叔给你苹果，你应该说什么？你应该对他说什么？暗示他嘛，是吧？那个小女孩看看手上的苹果，又拿给那个叔叔，皮还没有削。妈妈的意思叫他要谢谢这个叔叔，他不认为要谢谢，他说你给我，还有皮嘛，替我削。所以呢，会的。人会这样子。好，刚才是第三，自我中心，自我中心，第一就骄傲，以为自己靠自己，不需要感谢。第二，人帮助我是应该的，是吧？
我是中心嘛，全世界人围绕我，所以为我的服务是应该的，这个是不行，所以不感恩。好，第四个呢，就忘有念无，这个忘记已经有的，而念念没有的。弟兄姐妹，有的人呢，很早就来美国了，来美国顺顺利利了，拿到了绿卡了，哎，这里是很自然的。但是你看到有些人为了要来美国偷渡，而且冒了生命危险，装在货车里面闷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常看报纸，很多人嘛，你每次看的时候，你就有除了可怜之外，想哎呀，我们真的是不懂得感恩的、啊，我们现在很平常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然后这当然在我牧会的过程当中，我碰过很多人，那有的人也是从年轻来，后来为了绿卡，为了这个申请，经过很多艰难。哇，那时候真的是申请这东西真的是很难的很难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了这些的人，我们觉得重要吗？当然理论上还是知道重要，但是并没有那种很感恩的心。念忘记已经有东西，不觉得宝贵了，习以为常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东西，念念不忘。啊，念不忘。我告诉你，亚当夏娃，神把他们放在非常完美的乐园了。乐园就表示说一无所缺了。而且啊，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的经文呢、啊，亚当夏娃他不明白，他明白，他知道园中。哎，我们看看一下，因为我要解释一些事情，所以要读这个经文。那么我们的始祖，他不会堕落的原因，就是忘记已经有的，但是一直想念那个没有的，就不知足。那么下面一段圣经呢，我是照英文的另外一种版本来翻译。注意，来，方言式的啊，注意啊，那时。我的国语不知道是十还是十的啊。比耶和华所造的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十，注意啊，英文，你看英文的翻译本，它不是用动物代名词，它不是用 it， 它是用 he， 明白吗？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么我把这段圣经把它翻译过来呢，需要大家注意，要注意，这条蛇呢，不是世上动物界的蛇，不是平常的一条蛇，因为它的圣经里面的那个冠词是定冠词，就是那条蛇，就是特别的，而且它我刚才讲了，它不是用 it， 而是用 he。其实不是动物，这个时其实就是撒旦化身，不是平常的时 ，OK， 是魔鬼变成时的样子，不然的话怎么会什么说话？他会说话。注意，注意，女人对时说，因为。撒旦先告诉蛇嘛，问他这个问他那个，那么女人就回答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换句话说，夏娃知道不知道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知道啊，园中许多树上果子，多少树我不知道，总之很多他都可以吃，不但吃到饱，还有余剩余，吃不完的水果多，但是只有一颗不可以吃。所以呢，这个撒旦这个蛇啊，
就把他注意力转到那个他不能够测的。蛇就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会死的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便能如神知道善恶。夏娃虽然他还记得园中树上活着可以吃，但是这个撒旦尽力的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不可以吃。顺便解释哈，这里的分别善恶呢，不是说对错这个善恶吧，不是做事情吧。如果亚当夏娃不知道对错，没有智慧的话，他怎么样管理这个园呢？因为神把亚当夏娃放到园里面，叫他们去管理这个园，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知道哪个树枝要把它剪，哪个果子还没有熟透不可以吃，哪个什么，总之他们有智慧，他们有平常做事情的智慧，所以不是神要他们笨笨的什么都傻傻的，不，他们已经有神给的智慧，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给动物起名字，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样管理这个乐园呢？所以他们已经有做事生活一般的智慧了。这里讲的像神一样分别善恶是什么？就是道德力，神说善的就善，神说不可以的就不可以。所以魔鬼要他就是说，你不要听神啊，你不要照神说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你可以做主啊。神说这个不好，你可以说好啊，你觉得好就好嘛，你何必什么都听神呢？我们人有自由嘛，你知道吗？神不要你吃的这个果子，就是要你听他的话，你何必听他的话？你可以和他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他这里说的就是试探，就是说不愿意顺服神，愿意自己做主，要取代神，不要受神管束。所以并不是说分别善恶简简单单的对错，而是指在道德上不愿意听神的，自己来主张。所以这就是人的堕落之处啊！所以撒旦呢，就是要引诱夏娃，让他怀疑神的美善。他暗示神是很严厉的、很吝啬的、很自私的，不让你们拥有他一样的那个智慧。所以呢，你上当了，一怀疑起神来，就觉得何言之有理哦，我何必试试听神呢？啊，神说不可以吃，但是我明明看着好吃啊，啊，为什么不可以吃呢？我想吃啊，我想吃，我想做就做吧，所以他就跌倒，他自己吃了，而且还给他先生吃，这就跌倒了。好，这是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，就是说他们有的他们还不满足，他们专注住在他们没有的。其实有的时候神知道他们的专注，所以不给他们那个是为了他们的好处。所以民数第十六章呢，记载以色列人啊一直埋怨神，埋怨神，埋怨到神呢都发怒了。神用神迹把他们救出来，给他们自由，不被奴役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他们还是不甘心情愿，一路走就一路发怨言，很勉强。他们不喜欢路上有时候有难处，有时候会饥渴，发怨言。其实神都给他们有水喝，有东西吃。那他们上次我们提到了嘛，他们想念什么？想念埃及的什么葱啊、蒜啊、韭菜啊，味道强烈一点的，这麻辣的、淡而无味，没有什么东西吃，所以他们忘记他们有的，去想他们没有的，嫌东嫌西，
他们得到的自由，他们得到的家庭的家人后代不会被灭亡，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生下的男孩都会被杀死的，被说成奴隶死的，他们还要做苦工，被鞭打，没有自由，没有自己的国家。那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地方，给他们自由，是不是？自由很重要嘛。他们不懂的。啊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的？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主给我们一些属灵的部分，家庭温暖，心中的盼望，知道神去哪里，灵魂得救，罪得赦免，这些都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不满足，我们羡慕一些物质上的东西，羡慕人家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对神不满意，所以会苦恼啊，这是应该的啊，好吧。最后一个，消极成性，不满足，总见得有损失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，我自己有这个经历。那我们的家人，我来美国以后，一个一个把他们申请啊，来美国啊，还有一些亲友啊也来了，你们也是有嘛，你们也是有一些朋友是从外地来的嘛。不知道你们叫我的时候，你们会发现一个事情，很多人来到美国，为什么他们要来美国？他们知道美国好啊，但是和他们接触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在批评美国。我们台湾的多好多好多，这里我们中国的多好多多多，这里明白吗？会的，会比的，这就是常常不满足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有的人说是我真的忍不住啊，那你就不要来嘛。要这样讲，好像很不礼，没有礼貌啊。但是呢，真的是，那么他们讲的话也不一定全部错吧？台湾来的人啊，他说台湾的交通灯啊是这样的那样的，这里的他们讲的话都对的，不是没有，不是乱讲的，是真的有的。但是他们没有想到，很多美国有的，台湾没有吧？明白吗？所以人都有这种通病，都有这通病。有一个农夫是消极专家。他农夫应该是种植专家才对啊，不错，他会种植，但是他被人家给一个闲头 negative 的专家，他什么都是想得不好的。那有一次呢，天气好，收成也不错，所以他邻居就想，老王啊，我想呢，今年呢你就没有理由再埋怨了吧，你一定笑得嘴都不能够喝冷啊。他这时候，因为他是消极专家嘛，他要显出他消极的专家的这个态度。但是专家看起来今年会不错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消极专家有个但是，那你知道吗？当专家好的时候，他会消耗地泥土里面的养分，但养分都被庄稼吸去了，所以这个地上地里面的养分都给庄稼吸去了。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，可能这个故事呢是故意夸张，但是类似这种情况呢，你不能够说没有，你总能够找到一些理由来否定你的恩典。神给你很多东西，你说但是，我们要学习什么？我们要学习欣赏。感谢主，最近给我们一个男孙，
外孙，不要讲外内，就是生出来的时候照相，哎，他的这个地方有的有一点这个胎，不是亚胎记论嘛。我说感谢神啊，这是小事。后来我就问师母，我说哎，这是我心里话，我说他还没出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紧张啊，怕这个孩子怎么样，他有一点点啦，我是不是一点点的，老实讲我每个孩子每个孙出生之前呢，我都为他们祷告，而且心中也会担心，为什么呢，万一手没有啊，你说李牧师你真的是这样的吗，我坦白告诉你我就是多顾虑的人，就是哎呀万一如果手指只有三个怎么办，你这万一没有腿怎么样，因为看到很多很多畸形的这个孩子嘛，是吧，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五官端正，有一个胎记啊，这边没关系，我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四肢齐全五官端正，感谢神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的孩子五官端正四肢齐全，感谢神啊，知道吗，不要再去嫌他眼皮单眼，哎呦，不要去嫌眼皮，有眼睛就好咯，看得见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人的通病啊，我们人很多时候不满足啊，啊，不要不满足，有的感谢神啊，啊，不要做消极专家，要满足，不要总结的，满足不满足，要满足啊。好，你们看看以下看到什么东西啊？注意啊。戴眼镜没有？看到什么？啊？一点，一个黑点，很诚实，你的眼睛很好。没有戴眼镜啊？不错。你看到什么？书记看到什么？一个黑点，我也看到黑点。所以你们不要怕啊！我以后我问你问题，你不要怕，我不是故意来陷害你。只是给你知道一个真理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什么？我看到黑。哎，这就是人的一般的情况，没有说对错，就是我们的习惯，我们的倾向就是看到黑点。我问你，这个黑点占这个白色的几分之几？百分之一？不止。可能千分之一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千分之一的黑点，我看到，不是你罢了，我说我们吧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也看到，我也看到黑点。我们没有去，当然我们也看到白的，不过我们去注意啊，我们去注意，其实我没有看到，没有去注意。999分的百，我们不提，我们提那个黑点，这就是我们大家的正。我不说反常吧，我们这些人的正常的反应。那没办法了，我说通病就是病了，就是不好了，就是我们通病，每个人都有，就是好的理所当然，不好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在人生旅程中啊，有很多事情我们之间啊，我们要改变了，改变什么？要把消极改成积极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美好的东西，明白吗？啊，上次周刊上面我有写这句话，你要数算你所得的恩福，不是你的麻烦，
每个人都有麻烦呐、啊，但是每个人你有很多恩福啊，神给你很多恩呐、啊，所以你要数算恩典，不要整天数算那个麻烦。数算你的微笑，你曾经多少次微笑？还有呢，不是数算你的眼泪。你要指望神，不要指望其他，这样的话就有福了。我常常劝，现在比较少了，现在比较少人叫我主持婚礼了，因为老了嘛。以前当我去辅导这些新婚的人的时候，我就给他们个建议。